箱，冰箱啦，就是。哦，是烤箱哦。对。对，很棒。它这个还可以打开。好，很精致。冰箱啦。对。而且，它还有附两个公仔哦。对。而且他们还有附箱子。箱子是不是？好，那其他的家具是什么呢？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椅子。椅子要放哪里？你平台好了。平台就是这样。对。好。它的桌子好漂亮哦。而且好像它的形状哈。对。好像。还有什么家具呢？把它摆好吧。烤箱。烤箱，好。我早上看好像有冰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放这边。那是柜子哦。哎，走下来。我想用柜子。Hello Kitty。这个放在这。嗯，然后做饼干的在这里。对。然后它这个放里面。嗯。做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是缴钱的，是里面缴钱。哦、就是结账台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很像缴钱台。嗯。然后这是客人。好，那小东西是什么？小东西也是。茶具、饮料、吃的东西，那你把它摆整齐好吗？还有这些东西很多、哦，好精致哦。这小杯，这是小把的。嗯。看他们的书。有。好，那请你把它摆好。放进去就好了。好啊，客人要坐哪里？客人可以坐这个椅子。好。桌子也可以放出来。好，介绍完了。嗯，谢谢星星。